12月1号开始，哈，那放宽戴口罩的措施。再等几天就能拿下口罩透透气，但条件是仅限户外。进到室内的空间，哈，那还是要戴口罩，哈。那尤其是像在这个大众交通的运输工具，哈，那这个也是算在室内。有屋顶及其四壁以隔板或其他阻隔物来隔间有外气流流通的建筑物内部空间的话，就是属于我们的室内空间。那像是户外搭建的这些帐篷、营帐，如果它只是三面有这个围起来，可是一面是敞开，它基本上气流流通，我们是不会认定说这个是属于室内。不过有例外，室内唱歌不用带，宴席也开放烛桌敬茶。至于年末最多的大型活动，则会在观察疫情，另外严拟防疫规定。口罩目前不是完全为了新冠，其实还为了这个年底很可能层出不穷的呼吸道病毒感染，一旦到了明年1月流感整个情势比较明朗以后，要不要再进一步放松就可以考虑了。即将松绑的还有医院探病规则，12月10号开始，全国医院所有病房单位都开放有条件探病。针对像加护病房或者是安宁病房等等这些特殊的病房单位，可以开放探病，每天还是要固定一个时段，每次最多2个访客。同时，入境人数上限也会在12月10号之后全面取消。指挥中心预估，下星期有望看到近期确诊最低点，大幅放宽措施，要让大家久违的过好年。大爱新闻林怡婷、李建宽台北报道。至于中国。